自助吧离桌子好远，还好啦，多走一段距离而已。这段距离都不想走，那就不要吃饭啊，对不对？要吃就是要动，总不能说都只是都只吃不动吧？电视哎，电视在哪里？我的电视在哪里？电视摆个3台给他们看。OK，我的空间完全变得四不像了，空间四不像。这门要先拆掉。这边曾经有一个囚犯从我的员工门直接跑掉，所以说我等一下可能要稍微再更新一下这个门的部分。探测器，金属探测器，我还没有研发到那个科技啊，那科技我还没研发到，所以说暂时不能用。规划房间，我的仓库的区域不能规划这样子。哔哔，我怎么听到哔哔的声音？有没有囚犯在这边超级和乐融融的啊？诶，他们吃不饱吗？我都已经摆了这么多桌子了，还吃不饱？还是餐点不够？是餐点不够哦，可以让他们吃吗？这里还有剩啊，这东西还有剩呢、啊。应该不是餐点不够，是没桌子是吗？怎么有人好像没吃饱？是不是有人没吃到东西啊？这边好像还有3、4个囚犯没吃到东西啊。对，我的桌子的量应该是够多了。40个囚犯，一张桌子可以8个人坐。照理讲，5张桌子应该就可以让他们吃的全部来用餐，全部来吃饭了。用餐时间太短，用餐时间我哪有很短？1个小时不够哦。你吃饭是要吃3小时哦，那在度假啊，1个小时一定够啊。12点到1点呢，吃饭时间1个小时怎么可能不够？真是的，又不在度假，呵呵，吃饭时间不可能不够啦，绝对够啊，绝对够。被霸凌吃不到啊！我知道了，可能是有人被关禁闭。对了，关禁闭就没有吃饭了。诶，这样子我关禁闭40几个小时，好像是不是太多了？四 十个小时等于说2天不能吃饭，2天不能大小便了，只能拉在地上而已。好像真的蛮残忍哦。爽，没关系，就是这样爽。卖物件呢，好像可以卖东西，木头可以卖，木头卖掉啊。欸，说真的啦，有没有那种可以种树的技能呢？我就在监狱种树啊，然后种树，然后就拿出去卖啊，超棒的，超好的，有没有？完全是计划通欸。这个地方也仓库，这个地方也要扩建的。如果可以种树的话，我一定点种树啊！树种一种就可以拿去卖啊！要不要来个全面安检？不用啊，现在危险等级很高啊，等一下应该就可以，等一下就应该又会开始暴动了。我的自由开火，等一下要 biang biang，太棒了，真爽！洗澡时间人数变多了，我连蓬头可能要也要增加一下。
增加一点莲蓬头吧。莲蓬头在哪里？有。莲蓬头。这样子莲蓬头的量应该够了。应该可以让他们椅子洗得很干净。仓库的位置应该要稍微再改一下。这边就是户外就不要当仓库了，户外就给它收起来，东西都收进去了。清洁工具间，上面的金叹号要注意一下，金叹号越多越容易暴动。我就说了啊，没差啊，他们敢暴动就是biang biang啊。我已经有那个武装警卫啊，这武装警卫真的很贵、欸。武装警卫雇用一只要1500，每天还要付他350元的那个的钱钱呢。不过我随时有武装警卫在巡逻啊，就是敢作乱，就是真的要，就是真的杀无赦。工头的办公室只比清洁工具区大一点，没有啊，没有没有，工头办公室严格讲起来比那个清洁工具间还要小，因为清洁工具间没有墙，没有墙壁啊。工头办公室比较小一点，好惨。我现在比较关心的是，我真的有办法在用餐时间把他们全部都喂饱吗？这是一个问题啊，我现在不知道到底是。现在有两名禁足，两名禁闭，两名等待。需求现在目前最需要最多是保暖。好啦，我就趁这个机会看看暖气机怎么用好啦，好不好？不要说我都不照顾他们之类的。暖气机应该不是说一个监狱一台吧？它是一台可以弄一个范围的暖气还是怎样？用餐时间和广场活动分开，因为那段时间最容易暴动。用餐时间。就是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真的是很容易暴动的时刻。工作日程表，用餐时间要分开啊，那就分开吧。这样会不会有人都吃不到东西之类的？地道不甜嘛？哦，有地道吗？啊？这是地道的意思吗？有地道？哪里有地道？没有地道啊？有地道吗？看不出来啊。对，重刑犯狠心一点也还好吧。告诉你，重刑犯才是真的不怕死的人，好不好？他们就是那种出车，就是就算出去好像也没救的那种人。你认为他会怕你吗？你对他狠一点，他真的来个不爽，就直接跟你们拼，跟你们火拼了，开玩笑，哪受得了啊？等他墙壁盖好再说。自由射击可以先关掉，不然会很容易GG。啊，天哪！我早知道我把那个什么打死犯人的那个失败条件关掉了。现在能不能改条件啊？我为什么不能自由射击啊？我超级想要自由射击的，哎，整个就是很爽啊，你不觉得吗？哎。
要给犯人人权，人权，人权，人权都是在保护坏人，不是保护好人，真是可怜。超悲哀的，人权都是在保护坏人。保暖，好啦，我先看看保暖怎么用啦。上一次上一集弄那个保暖弄了老半天，都搞不懂那个到底搞什么东西。哎、欸，我的电断了、啊，这个电线什么时候断掉、啊？快接一下啊！赶快赶快，优先权。断光光啊，没有电。中型饭应该要两小时吃饭吧，人多。有必要吗？我看一下。哦，重型犯的人比较多，但是我的位置很足够啊，理论上应该不用。其实没差，第一天尽量杀犯人，第二天没死太多人就行了。前面安检吗？餐厅？我刚刚已经安检过了、啊，你干嘛还要再安检一次？前几天我才安检过一次、欸，暂时不需要了，我不要安检，我要赶紧弄暖气啊！现在我的暖气一直是一个问题啊，毕竟天气会冷，他们对于暖气的需求是极高啊。我先看一下这个暖气要怎么搞啊，给他们洗冷水，不错啊，洗冷水多有精神啊。精神抖擞哎、欸，绝对不会想睡觉。暴动了，是吗？好像听到那个有声音，这是谁啊？攻击员工，攻击员工绝对不可以忍的、啊，绝对要打到爆，绝对要把他关起来，关得死死的。奇怪，我的广场人太少了，是不是？洗一洗觉得冷就GG了，冷一点好啊，精神抖擞，超棒。我现在等热水管接到，哎、欸，对啊，现在在装热水管呢、啊，热水管还没接好。广场的范围，看一下，这里是35，这里是34，少一，噔噔噔。难道军中也是这样子吗？军中哦，在新训的时候都洗冷水啊。不过现在好一点啦、啊，现在有热水啦、啊。我那时候有洗过冷水是真的，但是后来比较注重这个官士兵们的照顾的时候，其实就没有洗冷水的状况了。不然的话，以前真的热水器坏掉了，真的就洗冷水啊，不然要怎么办？不然你就要臭臭的吗？不可能的、啊。卫生条、卫生观念要很好啊！你不洗的话，那个士官长就一脚踢下去，还不洗澡？不是啊，冷水就是冷一下而已，好不好？那个洗完之后，赶快穿外套穿上，其实还是可以的、啊。没有到这么严重。入中心放锅放炉子真狂，很暖和啊，不会冷，好不好？这样超棒了，超级棒，好不好？这是真正的那种复合式监狱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复合式
情报部署后勤。哎，温度在哪里啊？哦，有了，后勤有没有？锅炉旁边的牢房哦，就不用摆那个暖气了，有没有？超级省，哎，保证你暖暖的，超级棒的啊 ，nice 哎、欸，真是聪明啊，我真的太聪明了，太棒。所以暖气机跟我猜的一样，它其实它有一个算是范围，它也不是说完全每一个牢房要装一间这样子。感受到了吗？感受到暖暖的暖流了吗？太爽了。温度的话，整个牢房区算是暖，算是还蛮暖和的啦。加了，对啊，还可以啦，暖暖的，不会太热啊。这样子温度的问题应该解决掉很多。自由不够，食物不满足，自由。自由时间太少的意思吗？哇，真的好烦哦！给他们，我是不是太让他们太爽啦？算了啦，自由时间这边再加个自由时间好了，这样总行了吧？真是这一群欲求不满的家伙。温度应该没问题了，温度完全解决了，太棒！天哪，我怎么这么善良啊？为了这个囚犯的需求，我还劳命奔波。所以说我这个人哦，就是只是嘴巴讲的不好听，但是我实际上我还是会为这群该死的囚犯着想。第二三排没有暖气，不用啦。那里不用暖气的，整个监狱都已经暖了，我这边还摆暖气干嘛？整座监狱都是暖的了，我中间还摆暖气机，那不就浪费了吗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有一个方法，我要铺路石，对不对？让囚犯可以走快一点，这样子他们吃饭时间也比较多。铺路石，水泥砖吗？水泥砖的移动速度应该会快一点。开始玩麦块了，呵天哪，我还真的在玩麦块啊！两个门够不够？一个门要拆掉。让囚犯走快一点，他们就不会花这么久时间在那边等吃饭呢。太棒了，完全是非常人性的设计。这个先拆掉，广场的范围要再重新拟定广场的范围啊。广场范围要设定多大嘞？不对啊，重点是广场在哪里啊？
他的字有点小，有些时候看起来真的是眼睛会眼馋呢，眼睛很痛。然后他就不能搞好一点了。路不够大，这个路好像太小了。铺路石，铺路石要怎么铺会比较好一点？水泥砖，这样子吧，这样的路应该够大了吧？超大哎、欸！天啊，我还要弄一条大路给他们走，他们才会走。真的是一群爽，该死的太爽了。他们应该会照着路走吧？他们会不会说？切西瓜之类的，有路还不走，那我就真的没办法了。医务室，我广场，我找不到广场了，在这边。然后我要设一点路灯吧，晚上太暗了。点亮希望的种子，天啊！哇，超漂亮的啊！真的是在玩麦块、欸，受不了啦！怎么会在玩麦块啊？新竹市内区域，广场我用草地好了。广场的那个绿草的感觉，看起来比较平和一点。给他们绿化一下，给他们一点草皮。可以让他们踩到草的感觉。这灯好没用。这个灯整个就是美观，呵呵，完全是美观。我发现我是不是没有员工休息室啊？我现在才发现，好像现在没有员工休息室一样。来盖一间员工休息室。总觉得以后我会扩建狗屋欸。缺乏出入口。这边来个员工休息室的话，就员工专用门。员工休息室在哪里啊？员工休息区。然后他需要摆一些长椅之类的东西。长沙发，哦，全部都挤进来了，然后还有一个贩卖机，
哎，我发现卖鸡在哪里？哦，在这边。然后还要看电视，电视在哪？员工休息室怎么可以没有电视？一定要有电视。电视嘞，收音机在这边。电视跑哪去？我怎么找不到电视？哦，有电视有。这里摆一个电视，然后收音机也摆一台，一台电视，一台收音机，完美啊 ，perfect， 超完美。啊，电视要接电，呵呵，电视要接电了。好，赶快来接电，赶快来接电。嗯，这个白白的是什么东西啊？设施情报。黄色三角旗在狗屋的正前方。为什么我都没看到什么所谓的地道？黄色三角旗，狗屋的正前方。地道我要怎么看？规划吗？不对，紧急也不是。填平地道吗？没有地道可以拆啊。根本就没有地道啊。哦，你们不要看到黑影就开枪好不好？拜托，没有地道啊，还是我眼馋？哪里啊？为什么我都没看到啊？趁着睡觉，快要早上了，来个全面安检的，然后全体封锁，全体拘禁，全体安全。趁着他们睡觉的时候，全部就拘禁起来了。太棒了！哎，安检，好，我来安检一下。他们睡觉还没离开房间呢，全部都在牢房里了。先全体拘禁啊，再全体安检，超方便，全部就在牢房里面一次解决，太棒了。啊，现在咧，嗯，还有地方没有检查完哦，还有这些货物没有检查，人的话应该是检查完了，所以说拘禁应该可以暂时取消。现在就是剩下一些东西的部分要检查检查，等吧，我现在等安检完了。得得，危险等级，什么啊？三名囚犯最近被无故搜身。什么啊？牢房内没人挖，对啊，都没有人挖，都没有人挖地道啊。刚才有，但现在超喜欢看安检，特别是每两分钟安检一次。你们也太坏了吧！危险等级低，我觉得还好啊。我现在的囚犯整个就是超级安静的，超级守法守规矩，还可以啦。现在广场，我的厨房里面要布一只，这样子应该可以吧？只是会常常收到一些有的阿萨布鲁的东西啊。
一堆被我关禁闭啊！他们全部都是带什么毒品啊之类的，就是藏毒，藏毒就会被我关禁闭啊，超爽的！你人数再多一点就不安全了。哦，还好嘛，我现在人数还蛮少，可以可以。啊，那就这样的啦。今天实况快3小时欸，我的那个员工休息室也盖好了啊，然后我的监狱重新规划过后也变得比较有对称的感觉。终于，那今天的实况就在这边告个段落啦。那我们监狱建筑师的实况下礼拜再见喽，大家拜拜，各位晚安啦。